九十年代 TVB 剧集入面，其中一对经典荧幕情侣，一定要数到欧阳震华同埋陈妙英。佢哋曾经合作过《天降财神》《金玉满堂》同埋《洗冤录》等等嘅经典剧集。数数手指，佢哋已经识咗至少27年啦。最近佢哋就俾人影到一齐去大湾区度睇楼，有内地嘅粉丝就影到佢哋齐齐现身中山，获经纪迎接睇示范单位，佢哋更加亲切咁俾心心，同埋同现场嘅人士合照。近年专心打理美容王国嘅陈妙英，被指拥有过亿物业，由相入面可以见到50岁嘅佢保养得非常之好啊！唔知今次睇楼系投资定系自住呢？